这是小花，她正躺在椅子上睡觉。此时已接近午餐时间。小花，你整只霸占住椅子，太过分了吧？哎，肥花，借过借过。叫不醒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给你睡给你睡，真是的。啊，终于可以吃饭了。此时的小花。哎，你醒了，你刚刚不是叫不醒吗？小花，小花，你走了。就醒来了，只是想看你会怎么办。很吵呢。我觉得有一个成语可以形容他那个行为，就是咄咄逼人。